随着确诊数量不断飙升，让不少民众担心，万一染疫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得在家隔离。再加上药师公会呼吁大家可以备好六种家庭的常备药，导致最近呢出现了抢药潮。好，其中含有乙烯酰胺成分的解热止痛药最为抢手，有民众跑了好几间药局还有药妆店，完全都买不到。药师现在建议大家，要是真的买不到想要的厂牌，其实呢，选择具有相同成分的药品，也一样可以减缓症状。也呼吁大家不用过度的囤货。现在还有货吗？现在只剩绿色的，因为那个红色跟蓝色的都卖完。跑好几间药妆店，解热止痛药通通缺货。因为本土疫情严峻，不少民众担心万一染疫轻症或无症状，得在家隔离居家照护。再加上药师公会也大力呼吁民众可以备好六种家庭常备药，导致近来出现抢药潮，其中又以含乙烯胺酚的解热止痛药抢最凶。都不会放在架上，是不是？因为数量也不多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买。所以我们就干脆直接摆在手里来卖。因为现在北部的疫情相较之下比较紧张，所以民众对于这个药品的询问量其实大概提升了一到两成的询问度。客人跟他们讲是买不到，我可能还会再去药局看看吧。那请中南部的家里面寄上来吧。抢药状况目前双北地区比较严重，一部分是因为双北疫情升温，民众危机意识也比较高，相较起其他地区或是中南部缺药状况就没那么明显。有药师也建议，如果买不到想要的厂牌，其实具有相同成分的药品也可以有效减缓症状。多喝水，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。目前厂商也是没有涨价，就像说最知名的品牌普拿腾也没有涨价，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少部分的药局的个人行为。但要备多少药品量才足够？药师认为，一般人的话可以先准备一盒，大概是三天份的量，但两盒六天份会更充足。要是以家庭为单位，六大常备药各先准备一份就好，平常也要多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成分，就算真的在居家照护，必要时也可以透过视讯诊疗或相关服务来取得药物，不需要过度囤积药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